听，台湾的音乐厅为你带来好心情。老人来听来听，身体真勇敢，囡仔来听来听，个考试第一名。少年来听，本事拢知影，情侣来听，感情真稳定，真稳定。摩萨音乐厅，唱出土地的歌声。台湾的音乐厅，唱出咱的新生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收看《佛摩萨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艺术性的台湾歌，一首创作的歌曲啊，依照歌词、甲着曲调的内容、甲着伊的特色会无共款。原则上会当分作通俗流行的歌曲、甲着艺术文化的歌曲两大这个系统。在这个内集本质的头顶。流行歌曲的这个词甲曲的内容较好了解，啊嘛较好唱。艺术歌曲的内在本质是歌词爱有伊的文学性啦，曲调嘛真讲究着音乐的技巧，必须要甲这个歌词有密切的结合。这类的歌曲较有深度啦。伊个情甲景个感受嘛较深，欣赏个人就较少咯。啊，当然就较无商业价值甲着功能啦。另外有一种文化性个歌曲，连接着代代相传个民族文化，虽然有传承个意涵甲着价值，但是相对个较无时代性，伊个流行性。嘛，就较无商业价值咯。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就是艺术性的歌曲这个部分，来介绍伊发展的这个轨迹啊。二次大战结束前，对日本留学转来的音乐家陆传生，有建设的。丰富的音乐理论甲着技巧。1945年，要伫这个二次大战战乱中间的时啊，陆传生家己一个踮在台北凤山局伫咧上班啦，伊日思夜梦啊，就担心着踮在故乡虚弱的太太，啊，敢有法度伫战乱中间照顾着？拄啊出世的幼婴呢，伊来写出着这个婴啊婴困，一暝大一寸；婴啊婴笑，一暝大一笑。幼囝是落山，抱囝紧紧看。你是我心肝，惊你受风寒。这首歌。陆传生写这首歌，虽然是要送给伊的太太甲囝儿啦，但是也为着台湾的艺术歌曲产生一个起步的作用，走出着第一步了。可惜的是，幼儿歌因为参有传统念谣，迄个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咿呀咿咿笑，一暝大一笑，而这个成分伫内底啊，所淡化了伊要成做一个艺术歌曲的印象。1947年，台湾发生了令人悲痛的二八事件，台湾人失去真济这个精英啊，也引起了严重的族群对立的问题，背地唔当欺欺伊啊。一首歌的歌词，使用着俗语，背底唔当饲金鱼的意涵啦。应用这个
相关音乐的这个技法，提出到族群之间，大家都爱放弃这个成见啦，坦然相待，互相相信甲尊重，才会当行出到历史的阴影甲困境啦。在音乐方面，卢专生用较幼柔的作曲技巧，巧妙地运用“啉啦”这个话句做伊的开头，一个曲中，加上这个曲尾使用演唱的技巧难度较悬的跳这个八度的音程，整首歌曲的旋律高调直起啊，充满了豪爽开朗的气氛。甲着这个心胸开阔的气度啦，所以咱就来请青年声乐家廖宇萌来演唱这首《杯底唔通饲金鱼》。饮啦，杯底唔通饲金鱼。好汉破腹来三斤，拼一步，爽快嘛达志。恁啦，背地唔通饲金鱼，行到食酒免惊喜，情到一合上欢喜。背地唔通饲金鱼，朋友弟兄无议论，要哭要笑记在意，心情郁卒哪袂透，等待何时咱的天。水落去，背地唔通饲金鱼。1953年，台湾实施耕作有其田这个土地的改革，这个以后呢，大量的农村人口为着要生活，移入到都市来打拼啦。整个社会呈现着一片思念故乡的这个气氛呐。卢专生又感到这种怀念家乡的情景。在1956年，伊邀请到刘志的好朋友，也就是医生文学家王聪雄，作为来为在迄个都市打拼的草地人写一首安慰甲鼓励因的思乡曲啊。真够写诗嘛写散文的王聪雄，在留学日本的时阵，就酝酿要来写一首思念故乡台湾的诗词啦。甲这个时阵，伊呼应着卢专生的邀请，伊甲在日本思念台湾的意念，转化作来甲北部打拼。思念南部故乡的人啊，的心上。然后王昌雄应用着家教、比喻、联想、甲个形容等等的文学技巧，描写着每一个思乡心切的人，因的内心世界拢有一片门，冒一个窗啊。咱若甲拍开心内的门，咱就会当看到希望的春光，甲着故乡的田园啦。咱若拍开心内窗，就会看到心爱迄个人，甲着青春的美梦。所以，咱就做伙来欣赏由青年声乐家林梦云为咱演唱的这首《阮若拍开心内梦窗》。Oh, no.
专程使用七声音阶的大调，十一度这个音域，配合着歌词的情景甲着意境，谱成一首优美动人的旋律，甚至甲编写作四部的合唱曲。是啦，陆专程抱着追求音乐艺术的这个理想来创作歌曲。当时伫市面上，甲着学术界虽然也无所谓的台语艺术歌曲的这个光环啦，但是不可否认，陆专程正是台语艺术歌曲的先行者。欢迎继续来收看《福尔摩沙音乐厅》，声声拢好听。今日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艺术性的台湾歌。郭子婉是一位作品丰富、质感优越、创作类型和风格相当多元的一个作曲家啦。伊写过歌剧、管弦乐、室内乐、钢琴曲。甲着歌乐等等，今仔日咱特别要来介绍的是郭老师伫个率性的台湾歌方面的一挂作品。自细郭子婉就伫万里草地大汉啦，真自然就接触到、吸收了台湾民间传统的艺术啦，即来自地方的这声音。无形中间，成就伊创作音乐的一挂养分。去日本求学期间，郭子婉也深深受到西方国民乐派的理念的启发甲影响。就安尼，来加强着运用台湾本土素材做创作音乐的这个理念啊。1970年，郭子婉。使用传统的念谣音乐群，一个戏要娶某，一个细部等等来做伊的素材，巧妙运用着语言声调的音乐特性，甲着民谣的风格，来谱成艺术性较悬的这个歌曲啦。嘿，其中一个细部是一首借用着同韵卡无同声调。产生无同款的意思，的一种真趣味的顺口溜《造可令》了。哦，这种的念谣，郭老师甲伊谱成半念唱、轻松活泼的歌曲啊，产生再生的生命活力。即阵咱就来欣赏声乐家廖玉门所演唱的一个细部。一个细步，手提一匹布，行到双溪路，赶紧进长步，等于一千一百五，买了一担醋，打到石头仔路，看见一只兔咧，放了醋，堆了土，抓着土，烫了土，包了土，土骨甲破土，走了土，堆了土，拢倒醋，也无苦，也无醋，也无布，也无土。的西部，一个西部，手提一匹布，行到双溪路，赶紧进长步，等于一千一百五，买了一担醋，打到石头路，看见一只兔咧。放了醋，堆了土，抓着土，烫了土，包了土，土骨甲破土，走了土，堆了土，拢倒醋，也无苦，也无醋，也无苦，也无苦，只是迄个西部。此后呢，因为大部分的时间已投入到这个器乐的创作了。就较无伫即个歌乐方面展现伊的才华，一直到1990年的中期以后，郭子婉再度恢复伊的歌乐创作，尤其是台语艺术歌曲方面，
这也是伊过去真想要做的一个工课啦。啊，不过一直藏在这个心内，要完成的工课。1997年，伊甲同款留一个台湾文学界的老前辈吴英福合作一首《淡水河畔》，刷去，咱就来欣赏由青年声乐家林梦文为咱演唱的《淡水河畔》。今年郭子婉选用不少的台语现代诗词来谱曲，除了《淡水河畔》，也佮《前进台湾人》、《故乡想你一暝到天光》、《红旗》、《知影的红蔷薇》、佮着《野地红蔷薇》等等，不但打进着俗民的情感嘛，佫会当呈现出着艺术性的意境，佮着这个美感，甚至流露出伊对台湾故乡的这个热情佮热爱啊。相对着卢传生、郭子婉，为青少年的时期就去日本学习音乐，算是学院派出身的作曲家啦。在1970年代中期啊，为金文奖创作歌手起步的甘尚银，是家己自我磨练、自修的音乐人。伊有感到少年时期为这个老母关格歌戏布袋戏中间所学到的台语歌曲，哎，拢非常的优雅和动人。伊就希望讲，台湾的歌剧，除了当时注重的市场流行的歌剧以外，也应该会当阁行出一条较有艺术性、较有文化性的创作路线啦。就安尼，伊也期待家己伫歌剧创作的历程中间，会使写出艺术性甲文化性的歌。1977年以后，伊发表的包括《正月调》、庆祥园、五月五白龙船、8月15是中秋等等，就是一系列带有民俗文化特色的这个歌曲。当时伊也慢慢走向艺术性的歌曲的创作了。在1996年，伊进入台湾师大音乐研究所，正式进入学院这个系统，吸收学院内底的养分啦，甚至在2008年完成英国雪佛罗大学的音乐博士这个学位。1980年，诗人向阳
邀请到本阿家黄春明来阮家啊，听我现场演唱伊甲我合作的阿爸的饭包。听完了后，黄大师除了俄罗公甲鼓励以外啦，伊也进一步提出着宝贵的这个意见啦。伊就讲啊，亲情本来就是一种跨越这个时间空间的情感。哪会当写一首无受到这个时空限制的歌，安尼就较好啦。亲像讲，咱三个人坐伫这个客厅伫聊天啦，啊，房间内传来一阵一阵阿爸的哨声。哎，这种哨声的背后，就象征着老爸为着家庭、为着子女尽心尽力所带来的这个病症。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受到黄大师的鼓励和启示，我邀请儿童文学家谢武忠作为来完成这项创作任务。谢武忠他是在南部草地大汉的孩子，他感受到老爸为了家庭的生计和孩子读书的问题，亲像水牛拖着这个牛犁，打着重担，顶着这个生死啦，啊，点点在咧向前行。迄种的韧性，甲着精神，背后我就甲伊完成这首有艺术性的阿爸的哨声。即阵咱就来做伙欣赏由青年声乐家廖宇萌甲咱演唱阿爸。诶，少侠。南北诸侯有阵营，荷兰阿姐，荷兰英，阿爸的理想，树木拖的向头前，树木拖的向头前。欢迎继续来收看《福尔摩沙音乐厅》，声声都好听，为你带来好心情。今日
咱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艺术性的台湾歌。在国际上，真侪吸引人的歌曲，除了旋律优美以外，曲中阁有专调的应用和变化。可惜过去，咱台湾就真罕咧看到曲中有专调的情形啦。我想做这个专调的应用，应该是一个诠释浪漫、多德国的爱情上佳好的技法之一啦。啊，就安尼，在1984年，我模仿着《归来吧，苏联都》这个意大利的民谣，伊曲中有一个转共鸣大调的这个模式啦。选用林边浪漫爱情的诗词，描写出着爱情，唔过袂当斗阵做伙，干那靠着梦中三期迄种凄美的恋情，佮谱成一个真爱永远交缠做伙的歌曲《梦里》啊。所以，咱来欣赏由刘美的声乐家江怡君老师佮咱演奏一首《梦》。1938年出生在洪山的作曲家萧太炎，自细就伫伊的老母钢琴家的培养之下，奠定了音乐的基础，甲着兴趣啊。1956年，萧太炎就读师范大学的时阵，在导师柯湘辉的引领之下，进入伊的作曲世界。1995年呢，
小太爷去日本武藏野音乐大学深造啦，予伊作曲的技法更加精进，信心也更加提升。1978年，小太爷甲伊的家人定居伫洛杉矶。1986年，为着要精进作曲的理论，甲着创作计划，甚至拓阔伊的视野啦。小太爷进入了加州交流大学洛杉矶分校音乐研究所硕士班来深造。伫指导老师金教授 Dr. B.K. 金 Kim 伊的鼓励之下，伊确定了伊背后作曲的方向，也就是以台湾民谣的音乐精神做主体，运用西方古典浪漫印象派甲着现代音乐的技巧，来塑造台湾的新音乐。作曲家萧太炎，因为有一个深厚的土地情怀，对台湾有无限的疼心甲着愿望啦，伊写出来真动人的音乐作品。所以咱就来欣赏由王维军老师所指挥的美丽人声合唱团来演唱这首《永远的故乡》。萧太炎老师所创作的台语艺术性的歌曲，在国内外拢真受欢迎，应该就是这个上水的花路。歌词是来自加拿大的文学家郎方平，伊的杰作诗作。
董永彪本名叫做林文德啦。1963年自台大毕业了后，伊去加拿大深造，然后就入籍伫加拿大了。伊就用这个对比法，不管加拿大的 Rocky 洛杉矶山脉有偌尼啊壮丽啦，也是讲美国的 Canyon 大峡谷有安怎样的宏伟，拢是无法度取代着伊心中迄蕊上水的花，也就是故乡台湾。其中伊深刻传达出海外台湾人对着故乡台湾的思念甲向往。1990年年底的时阵，伊伫美国圣地亚哥发表了这首诗，当时深深受到感动的，同款是思乡人的萧太炎。过两冬，萧老师也就是1993年，伊就改谱成一首不朽的这个名作啊。所以，咱请古觉韵老师钢琴伴奏，由咱青年声乐家林梦云来演唱这首名曲《上水的花》。我总是感觉台湾创作歌曲的发展，建造台语艺术歌曲是一条必然爱行的路啦。必须要和通俗的歌曲、甲艺术性的歌曲同时进行，可以互相相辅相成啦。安尼，这是一个健全的歌曲结构。
近年来有一挂本来伫咧创作器乐，也是华语歌曲嘅作曲家，也陆陆续续投入到台语爵士歌曲嘅这个行列，这是一个真好嘅现象啊！今日节目嘅上后面咧，咱就来欣赏一首音乐教育家张炫文甲着文学家谢安通所合作，为着要予咱学校教育中间的学生有迄个有关台湾主题的歌通好唱，因所合作的这首叫做《台湾的摇篮》。